35块钱一斤，311的我直接给你300块，优哥，直接300块，311的直接300块。底板也是一个烟花底哈，很漂亮，这一只烟花底板，这一只纯黑背哈，纯黑背这一只，这个行不行？烟花底哈，烟花底，这个大黑背也很漂亮哈，这一只大黑背的也很漂亮，优哥，300块这一只，没有草啊，没有草，只有北美鳄鱼龟，只有北美鳄鱼龟，没有草了。12斤4两这一只，12斤4两，优哥，300哈，300块，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直接去拍，拿回家吃，拿回家养，拿回家做观赏都可以哈，都可以。小乌龟不要，哎呦呦呦，小乌龟不要啊。12斤4两的，311的，直接给你，你要不298你去拍吧，295你去拍，来295。295，小龟是给到你的，都没有收你的米，优哥，我已经直接给你，还我给你直接优惠了11块了，295你去拍，优哥，很漂亮哈，这一只很漂亮，烟花底烟花底，哎呦，搬的我都有点热了，发活的给你，寄过去是活的，包邮包活，嘎价算我们的，我们包赔的啊。包邮包活的，是的，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多遍了，悠悠哥。搞不了哈，搞不了。搞不了啊。对。最低的。295，295，搞不了，悠哥，搞不了，311的啦，311的，我直接给你优惠好多钱了，这一只，拿回家吃，拿回家养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很凶猛哈，很凶猛。280上不了，上不了链接。295要的话，就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直接去拍。烟花底哈，烟花底。对呀，我因为我这个是311的，311的我直接给你优惠到295了。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这只是母的，这只是母的，母的。290，12斤4两，来，那就没有小龟啊，没有小龟啊，290算了，给你吧。他本来就是不要小龟的。啊，那算了，给你改个价吧，290啊，你去拍吧，我给你改个价。直接优惠好多了，这一只。这都是我们自己家买的，自己家养的，没办法啊。悠悠哥，你去拍吧，你去拍。要公的呀，我给你找找看哦。是的，不要小龟啊，不要小龟啊，悠悠哥啊，我给你上链接了，你去拍吧。对，来，你直接去拍，我给我哥上一个公鱼。是的。可以吃可以养的哈。是的，可以吃可以养，可以用来做观赏。来，拍了没有，悠哥？我看一下，还没有。我们速度快一点哈，我给我哥来个公鱼了，拿回家吃都可以哈，拿回家吃，拿回家养都可以。平时吃小鱼小虾啊，鸡鸭鱼肉都会吃的，然后吃动物的内脏啊。对。这个用来吃的话，出肉率是在70%的，70%以上的啊，10斤出7斤的肉啊。来，我那个哥拍了没有？已拍了。拍了是吧？给你打包了哈。备注一下，没有小龟。好的。我给我哥来个公鱼哈，来个公鱼。跑得贼快呀、啊！来，在这里，来，25块钱一斤，血悠悠，血悠悠，不要发语音哈，发语音听不到。来，要公鱼的那个哥看过来，
啊，我们这个是二十五米一斤的啊。对，这个两斤，哟，凶的嘞，吓我一跳。呀，七斤要哪个哥要公的那个哥？七斤的一个公鱼，177，这个就是鳄龟，这个就是鳄龟，金哥，这个就是北美鳄鱼龟。对的。这只七斤哈、啊，七斤，177块。你那一只也是北美鳄鱼龟，优哥，你那一个也是北美鳄鱼龟，25块钱一斤啊，25块钱一斤。这一只是七斤的一个公鱼哈、啊，七斤的公鱼。给他两张价格吧，姐，不讲。这个177块钱，177。公的哈、啊，公的，这一只是公的哈、啊，公的。北美鳄鱼龟哈、啊，北美鳄鱼龟没有活啊，没有杂的，25块钱一斤。公鱼啊，这个是公的，拿回家配种哈、啊，拿回家配种的。来，那个要公龟的那个哥，来直接去拍。七斤的一个公鱼，25块钱一斤，177。在我那只上面写个一物一拍的，优哥你放心，拍到哪一只就是哪一只。是的。这个是哪一只啊？就是冯奶奶。这个河北送啊。这个是不是你的？优哥，这个是不是你啊？送河北。两百九，这个都有标记的啊，都有标记的。我们拍了一只都会写好单子的，你放心，优哥，一物一拍的哈、啊，一物一拍的。啊，好的，不会搞错的，放心。对。啊。何哥，何哥。来看一下啊。何哥，你不是要公的吗？来，公的给你拿过来了，公的，这一只177，拍了再给两只小的。拍了再给到你两个小的，到手是三只哈、啊，到手是三只，25块钱一斤，北美鳄鱼龟哈、啊，今天拍了都能发京东快递哈、啊，发京东快递，包邮包裹到家，吃一下东西，我看看，吃一下东西啊，来我给你看一下它凶吗？看一下来，你看一下凶不凶？你自己看一下，嘴巴张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凶猛的嘞哈、啊，这个。这只是公的哈，何哥，这个是公的，七斤哈，这只刚好七斤，稍微小一点哦，这一个，177，怎样？看屁股，屁股大的是公的，屁股小的是母的，优哥，小给两个小的是巴西，给的这两个小的是巴西农村哥，这两个小的给你的是巴西，拍一个大的给两只小的。公的屁股大，母的屁股小哈，母的屁股小。我手上这一只是七斤的一只公鱼，177块，拍了再给两只小的哈，拍了再给两只小的，七斤哈，刚好七斤，25块钱一斤，177块钱。给你的是两只小巴西哈，小巴西，拿回家吃，拿回家养哈。是的。对，来喝哥，这个 OK， 喝哥，很凶猛哈，嘎嘎的猛，你看它的嘴巴，你看一下大不大？真的嗷嗷的大哈，红烧，我自己喜欢吃红烧，但是要根据你自己那边的口味，两天左右都可以到。这个177的，你要的话直接170，农村哥你要的话170，你去拍，来给他改个价，170，两天左右都能到哈，两天左右都可以到，红烧、煲汤、打边炉都可以，看你们自己那边的口味，喜欢吃不吃辣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做红烧要好吃一点哈，红烧我自己喜欢吃红烧，但是看你们自己那边的口味，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去做，可以红烧，可以煲汤，可以打边炉，都可以。来，这只177的，直接170了。对，可以哈，可以，优哥死了包退的哈，包退的。来，这只是七斤的，177的，直接170了哈，直接170。农村哥，来，你要的话直接去拍，拍了再给一个小的哈，来，你直接去拍，农村哥，170块，公的哈，这个是公的，拿回家吃，拿回家养，拿回家做观赏都可以哈，都可以，可以吃，可以养，可以放在家里做观赏，这个鱼养得好可以陪你到老哈，养得好能陪你到老的，一龟传三代，人走龟还在，150给不了，农村哥，是的，150给不了。170块哈，你要的话去拍，农村哥给不了哈，你不要砍太多，我们砍个几块钱可以，你不要砍我太多了，对不对？
我们也是自己养殖的，也是比较辛苦啊，也比较辛苦。我们砍个几块钱可以哈，不要砍太多。我们是源头，我们这边是源头。对的。你要是拿到别人那里去，可能是不是这个价格？对的。我们都场地直发的。来，这个有要的话直接去拍，170哈，没要我就过了哈，没要我就过了哦。公的哈，这个是公的。呀，一个这么小的呀。4斤4两哦，这只小哈，没有，只有北美鳄鱼龟。是的。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